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林，我是电影《关门弟子》的导演。《关门弟子》在第一届中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观众选择奖，我非常非常开心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第二届中嘉国际电影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我预祝第二届中嘉国际电影节顺利圆满举办成功，Merci beaucoup。